喂，hello， 咁多位早晨啊！咁我早排咧行 Walmart 嗰阵咧，咁就见到咧有一 set 嘅猛鬼街啊，即系一套七集嘅有吓。咁其实佢后面仲有嘅，咁但系即系佢嗰一 set 得头嗰七集咁样啦。不过我都系有兴趣睇旧嗰啲版本，即系头嗰七集啫。其实咁咧就减价，咁所以咧就我就买咗嗰一 set 嘅 Blu-ray。咁啊，我就系会每一集咧，我都会睇晒。咁我睇完之后咧，每一集咁我都会录一条片讲翻嗰集系点样嘅。我觉得即系对我自己嚟讲咧，都几 exciting，因为我对于呢一个嘅系列咧，我系对第一集系有啲印象嘅啫。我如果我冇记错，我应该系同老豆咧系入戏院睇嘅，细个嗰阵。咁啊，其他咧第二集至到第七集咧，我系完全冇印象。我记得咧，我喺电视啊嗰啲咧，即系我系有睇过重播嘅，咁但系完全冇任何印象，咁所以咧呢啲戏咧对我嚟讲咧，即系可以当新咁睇，咁 我好肯定咧，即系喺七集里边咧，里边即系应该有好多集咧，即系都系烂嘅，不过烂片有烂片讲嘅啫，咁我都可以睇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今次咧就讲翻第一集，呢集咧就系我细个入戏院睇嘅啦，如果我冇记错。咁我記得咧，我細個入戲院睇嗰陣咧，我都幾緊張嘅，即系我都睇到幾驚嘅。即系如果喺屋企睇咁，即系總之我第一次睇嘅時候，我覺得呢出咧係一出驚戲嚟嘅。嗰主要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咧呢出戲嗰個 premise 咧，就係佢嗰個奸人咧，即係嗰個 Freddy，即係嗰啲手指有刀嗰條友咧，佢個能力咧係你發緊夢嘅時候咧，你先至會見到佢。咁你發夢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嚟搞你噶啦。如果喺夢入邊咧，佢劏咗你。佢杀咗你咧，咁你喺现实咧，即系你都系会死，即系佢个 premise 系咁样样。咁咧，佢细个点解睇到咁紧张咧？就系因为咧，即系嗰啲主角咧，其实佢哋知道可以点样回避呢只嘢，佢唔瞓觉咪得咯。其实，因为佢唔会走入现实去搞你噶嘛，你要瞓着咗佢先搞到你啊嘛。咁咧，即系佢个 idea 系好简单。但系你就系忍唔住系会瞓着咗，所以咧每次睇住佢就嚟瞌着，就嚟瞌着，你佢就嚟瞓着嘅时候，即系就好紧张。你快啲醒啦咁样样，即系我即系嗰种感觉啊，即系嗰出戏好多细节我都唔记得，但系嗰种感觉咧，即系我系好记得我第一次睇嘅时候有嗰种咁样样嘅感觉咯。咁啊，即系我。即系啱啱我就翻睇完啦，咁咧佢嗰个嘅故事咧，好似我头先所讲咧，就系、是、有几个 teenager，即系嗰啲咁嘅中学生嗰啲咧，咁咧突然间咧，佢嗰几个 friend 里边咧，有一啲都突然间死咗啊！佢个死嗰种方法咧系好离奇、好神秘咁样样，咁然之后咧就慢慢发觉咧，原来咧就系、是、有呢一个嘅 Freddy 喺度搞鬼，系嘛？即系人哋瞓着嘅时候咧，佢就即系出嚟杀咗嗰一啲嘅小朋友，即系嗰啲青年人咁样样。咁啊，即系佢个故事系咁样样，然之后即系最后就正邪大战咯，即系个女主角嗰个叫 Nancy 嘅女主角，系嘛？就系、是、即系要面对呢一个嘅Freddy 咁样样，系一个咁样样嘅故事嚟嘅。咁咧，嗰个故事咧，比我想象中咧系完整喎。其实因为即系佢70年代、80年代咧，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电影噶嘛。咁好多时咧，即系其实佢即系你唔可以话佢真系有个故事咁样样啦。即系主要就系有一个。设计得好有型嘅奸人，然之后杀咗好多人，即系咁样样。咁啊，呢出戏咧有少少分别，即系第一咧，佢个 body count 咧系细嘅，即系其实呢出戏咧唔系好多人死咗嘅啫。咁但系即系佢每一个死样，每一个嘅死法咧，即系佢都即系佢即系都唔系每一个嘅，有啲都系 hea 嘅。咁但系即系佢里边有。大部分啦，即系有死样嗰啲咧，即系佢都你都睇得出，即系佢系有花心思去设计，去点样拍出嚟咁样样咯。即系尤其是咧，即系我觉得系即系第一个死嗰一个嘅配角，即系你睇嘅时候，即系佢即系你 feel 到佢拍得好好咧，即系你知道佢系点样拍嘅。其实佢系调转咗间屋嚟拍咁样样。即系佢唔系吊威亚啊，即系嗰啲咁样样。咁但系即系你睇到，即系佢哋喺冇乜 budget 嘅情况底下，即系佢都有用脑，令到嗰件事系特别啲。咁即系佢系 show 出嚟系即系好好睇咁样样咯。所以系变咗。咁咧，另外咧，即系佢嗰个嘅故事咧，即系我系虽然我之前有睇过啦，即系应该有睇过几次噶啦。其实即系喺戏院睇，喺电视翻睇，明珠930成日都播噶啦，其实。咁但系咧，即系佢由头到尾咧，即系我都冇觉得闷，即系佢嗰啲 pacing 系好咯，即系喺某一个位，
即係佢就瞓著覺，就有人瞓著覺，然之後咧就出事噶啦。即係佢嗰個設計係即係佢嗰個 design， 即係佢嗰個嘅pacing 啊，嗰啲安排啊，即係好精準咁樣樣咯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呢出戲咧，即係我覺得係一出好有娛樂性嘅電影啦。即係尤其是咧，即係嗰個 Freddy 咧，即係佢演 Freddy 嗰個演員咧，即係亦都係。即系演得好好咯，即系其实佢成块面啊，因为佢交代咧，即系佢俾火烧过咧，所以块面烂晒啊咁样样。咁但系咧，即系佢，我睇佢嗰啲访问入边咧，因为我个 Blu-ray 咧，我睇埋嗰啲 making of 啊嘛。咁嗰个演员咧，佢解释咧，即系佢带住咁多嘢咧，所以咧，即系佢要演戏嘅时候咧，即系佢用佢嘅动作啦，同埋咧，即系好主要咧，佢如果系佢个面嘅话咧，其实系。只可以主要是露佢嗰對眼咁樣樣咯，佢嘅表情有啲佢都做到嘅，其實即係佢嗰個化妝都相當之唔錯嘅，其實即係雖然係好厚一嚿嘢咁樣樣，咁但係咧即係你睇嘅時候咧，即係係好明顯咧，即係佢用嗰對眼咧，用佢嘅聲音啊，即係佢可以 show 到出嚟嘅嘢，即係佢都係用盡而出嚟嗰個結果咧，即係好好咧，你覺得呢條友咧係好瘋狂。是一个很 detestable， 是一个很 disgusting 的一个奸角，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设计是好的，即未是我最喜欢的那些奸角，即例如即那个Pinhead 那样，就会赢过他咯，是不是 Hellraiser 那个，但是即这个即都是相当之不错，即他是很疯狂，是吧，听说呢即他去到續集啊嗰啲咧，開始咧會將呢個角色咧變做一個鞋角，即係佢其中一個重要嘅功能就係搞笑啊，即係嗰啲咁樣樣。喺呢出裏邊咧，我唔係好覺咯，即係我唔覺佢係一個，即係佢會做呢個瘋狂嘅嘢，但係你唔會覺得佢喺度搞笑咁樣樣咯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整個氣氛咧都幾緊張啊！即係我覺得即係都係，就算係翻睇咧咁多年後咧，即係都係相當之刺激啊！同埋咧，佢用到嗰啲嘅 special effect 好多咧，都係一啲 practical effect， 好似我頭先所講咧，即係佢調轉間屋嚟拍啊，佢就可以做到一啲即係喺視覺上面幾有趣嘅嘢咯。咁所以咧，佢除咗一兩個 shot 之外咧，整體嚟講咧，唔會覺得過時喎，即係佢嗰啲 special effect， 因為佢係一啲 practical effect 啊嘛，係咪？即係佢唔係夾硬用一啲已經網絡過曬時嗰一啲咁嘅 CGI 啊電腦特技啊，佢有少少，但係係極少咯，因為佢呢出戲其實佢都係冇乜 budget 噶啦。咁但係咧呢出戲咧又唔係 perfect， 即係例如佢，我覺得佢有啲位咧，佢有少少扭曲咗佢自己嗰啲嘅邏輯咁樣樣咯，即係有啲位。那個主角啊，或者嗰啲配角啊，佢哋都唔係瞓著咗嘅。咁但係即係你佢又講到咧 ，Freddy 咧，即係佢係好似入咗，即係無厘頭入咗一個現實世界咁樣樣。但係佢唔 suppose 所以咁樣樣噶嘛。咁但係即係可能亦都有可能咧，呢出咧係即係佢個故事故意係要咁樣樣嘅，即係佢係拍到咧，即係你係睇下咧，你係分唔清究竟佢係清醒。定係發緊夢，因為兩樣嘢係即係太相似咁樣樣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即係呢樣嘢咧，即係我覺得，即係我睇嘅時候又覺得怪怪地咁，但係咧，即係我唔會話即係，即係要扣分，即係未去到咁樣樣咯。咁但係咧，我覺得嗰個結局咧，就我睇嘅時候咧，我就已經覺得呢個結局好似麻麻地咁樣樣喎。咁然之後睇 Making of 嗰陣咧就 make sense， 原來嗰個結局咧，即係嗰啲嗰個 creative team 咧，即係個導演。我監製係咪即係揾錢翻嚟拍呢出戲嗰個人咧？即係佢哋兩個咧，即係都有啲 debate， 即係佢哋自己都搞唔清楚嗰個結局究竟應該係點樣樣。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嗰個結局咧，佢 supposedly， 我覺得咧佢要拍到個結局咁樣樣咧，佢係要即係要拍到好 shocking， 即係等啲觀眾睇到最後咧，即係覺得好緊張，即係好似Friday the 13th 第一集。即係嗰個最尾個結局咧，即係喺只艇仔嗰度，嗰類咁樣嘅結局咁樣，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佢個結局就唔成功咯，係嘛？咁然之後睇到佢 making of 啊，即係原來佢自己，即係佢寫故仔嗰啲人，即係佢哋自己都唔係咁 confirm， 即係想知道究竟應該去點樣做嘅時候，咁你就會知道即係 make sense 咯，係嘛？即係我有咁樣嘅感覺。不過 anyway， it's an entertaining movie。但如果是即係講到係即係嗰啲恐怖片嗰種類型嘅電影入邊咧，即係佢嗰個高度咧，即係未去到即係例如我覺得係經典嗰一啲嘅
驅魔人啊、空少啊，即係嗰啲我而家睇我都覺得好驚嘅。其實係即係空少，淨係聽個音樂，淨係聽個音樂已經驚咗。即係呢出咧未去到咁樣樣，雖然即係都係即係我覺得即係都係一出好睇嘅電影。咁所以咧，我俾嘅評分咧就係 B 減，我覺得即係就算翻睇咧都仲係值得嘅。咁我好期待咧，即係去睇埋即係第二集嘅。